来了，欢迎回来幻想三国志。那今天我们会去打架，打架之前的话会来做三件有趣的事。虽然说吕云奇之前介绍过盾斧队的一个转型嘛，转型成盾火队，其实吕云奇他不是盾火队的一个核心角了，但是毕竟他心术高嘛，那单打能力也强，那也是 OK 的，所以还是把他先搞起来。因为曹丕到时候出的时候，其实老实说虽然说很合啊，但是心术很低，所以那个养又不好养。然后他的那个卷今天等一下会看一下，那个卷是跟我们卷是分开来的，他卡池是分开，所以你的换心要花很多，你才能把心术搞高。所以目前的话，我们先把吕云奇搞到五火。那五火的话，其实他蛮强的，因为他的怒攻来说的话，会加噩梦嘛。加完噩梦之后呢，他的五火如果开的话，只要我们友方打对方有噩梦状态的话呢，啊，他自己会跑去追加攻击一次，很强。那今天的话，如果有运气好的话啊，我们再把吕云奇的幻舞给搞出来。吕云奇的幻舞的话，如果这次抽的话中的话，绝对是他啦，因为上次抽到是不练师嘛，那他是二选一嘛，所以就是心愿角如果没抽到的话，那下一次的幻舞就绝对是我们心愿的。那他的幻舞的话其实蛮强的，因为他如果噩梦的武将攻击的话呢，他吕云奇的那个持久力会变强，因为他会那个治愈。那治愈完成之后呢，还会再把这个噩梦去扩散，其实还不错。两个搭配起来的话，做收头能力还 OK 啦。到时候曹丕练起来的时候，再把它换下来，或者是单打黄天呐、骑策啦，都是很不错的。OK， 所以今天的话，等一下会把我们脚抽一抽。今天的话准备了41张，然后三国猫乳25张，然后幻舞的话5张啊，我们等一下会去抽一下。那最多加码在5张这样子。OK， 那第二个的话，我们会把我们第16届买卡点卡神抽大赛给抽完。那很感谢大家支持啊，因为这个人数真的比我们江湖悠悠大概多了5倍吧。江湖悠悠大概是70个人啊，这边这次到我们11月7号的中午截止是342个人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用这个东西去把它抽出来，一样是抽8个人。那到时候，之前跟诺哥一样，都是在那个 YT 的那个文章，到时候会留言。那如果你是得奖组啊，对。那个 YT 那个留言齁，好像有3-4个人有道理的部分，不是他得奖，但是他还是有去留言，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了。哎、欸，你把人家点卡领完了，那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如果不是你的话，要自己看一下，因为下面的话我都每个都有去编号去留言，所以大家的话抽出来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编号到底有没有中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啊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那第三好一样是这8个人，我们的名单的话是342个人啊，这刚测试抽完，目前是 OK 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抽喽 ，Go。来了啊！哎呦，出来了。那一仙的点卡的话是286啊，我先把这全部先复制下来好了。来来，免得我等一下忘记了那个。好，来看一下一仙的点卡是286，500的话是118，300的话有2张，44跟331。那150的话有168、46、301跟132。哎呦，都是数字比较大的。OK， 所以这8个得主的话，记得就是在我们这个留言编号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，就是每个都有留言，那都有编号啦，大家去查一下。那记得中完之后，我到时候礼拜二上片完的下午会把那个文章给铺在上面，到时候大家再把你得有中的话啦，再把你的信箱跟你的联络方式传给我，就信箱传给我就好了。还有你的那个中奖是哪个编号，到时候我会把点卡的序号寄给你们。OK， 就这样啦，那抽完了那就换我抽啦。OK， 那我们就今天就先把那个我们的吕林奇啊，先抽到我们的5星啊，抽到5星。那一样，我们是盾火队2支嘛，那来试试看41发啊，看看至少心愿，好歹也抽一个火队的核心吧。来开箱，走，看击败，什么狗屁都没有。来啊，还有3发啊，天选之人就是我，转队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好啦，终于1支啊，终于1支。一只的话，好了，再拼那个2次好了，反正都那个，来再来一只陆逊，看没有，这什么东西？应该是阿角吧？哎、欸，没错。然后来吧，来一只陆逊吗？这么小气，我靠，真的没有、欸、哇，超帅，好吧，那个，等一下哦，让我来想想看，好了，算的啦，不要了。这个还要再那个 OE， 我们用这个三顾茅庐嘛，总会中的。来来来，一发入魂，哎呦，哇哇，我们赵牧卷抽不到陆逊啊，我们用三顾茅庐中，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那20发哎、欸，好，20发还可以再那个，哎呦，说不定还可以把陆逊搞到4星哦，来了，开箱啊，刘备的降魂怎么那么多、啊？好、哦，再来，那我们还有15发啊！我们这次运气非常的好，刚刚5发就中哦！干我的，哇！我的原来我的保命是陆逊哦，我的本命神将是陆逊哦！哇，25抽，现在抽了15抽就2只陆逊，干！我感觉三顾茅庐比那个招募好多了，
那个还会歪，这个都不会歪啊，这个比较贵一点的、啊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啊，可惜，哎呦，不错，只要有 SSR 降魂都是赚的。好，再来了啊，给我三只陆逊啊，我就火盾火队就出来了，砍几掰啊，两个 SSR， 好了，也是 OK 了，好了，光了，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幻舞啊，这个一次抽好了，我觉得全部一起抽感觉绕塞，敲。但不是吧，给一个云奇的幻舞有这么困难，你好歹也出个紫色的吧。哎呦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，八方罕见普通幻舞，橘色的。哇，不是吧，给个专属的很困难吗，敲。塞琳老师勒，好啦，没了。阿伯，我们去啊，我们那个加码啊，今天的运气感觉不错啊，今天台子有点软，那我们来加码一下那个幻舞勒。好啦，反正一周只能买五次嘛啊，你要多也没有了。敲，看没有，可恶啊，只不过至少有个橙色幻舞也是赚的。看什么东西啦，你吕林奇幻舞有这么困难，看机车。我再来，看没有。我走，看几百真的没有了。啊，剩二十次了，好了，那个没了，那我再整理一下，我把那个陆逊跟那些整理一下 ，OK， 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来最后一步，我们来把吕云奇上无火来变身的，走啊，无火第二只无火脚，哇，帅啊，天哪 ，OK， 上无火脚了，然后全开啊，目前的话也是勇猛啊，这两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去打架吧，我们把该加的加一加。哎呀 ，OK 的呀，1312啊，那我们就来打一下烟雾场啊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破纪录啊，破纪录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啦，目前资源都在转队。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，这是什么队啊？这个全部都辅助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，四辅队哦，司马当外挂。哎呦，应该是噩梦吧？你来看一下这个噩梦，他们打的时候看看那个吕云奇有没有最大攻击，先慢一点好了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有，等一下看看那个噩梦他有没有那个最佳攻击。拉血线，他也拉啊！哇，刘备冰封，哪一口？哇，不是吧？感觉，哎呦，有晕到了，有晕到刘备了。看我们两个，这两队很多台血的。来射日弓，目前三十几万还行啊，他打我的话差不多，感觉撑得住。我感觉他的血量掉的比较差，掉的比较多一点。只要秒不掉我们，我们就搞头了。我、哦、有痛哦，有无火真的有差。打他，哎呦，有，刚刚那个华佗打他的时候，吕云奇有在补一个普攻，所以只要有我们的那个噩梦状态的话，我们打他吕云奇就跑去打一下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打一下，哦，欸、还不错、啊、其实干掉一只的时候，全部人打一只，然后那个吕云奇都会帮忙追加攻击。如果是幻舞就更好了，幻舞的话他会把噩梦再延开，然后反正打谁他都会去追加攻击。六个角色他就追打六次，哇、哦，感觉还蛮爽的。射日弓。啊，好的啊，轻轻松松 ，OK 的。看一下打谁，这个是蜀队，蜀国队配群雄，两只啊，配孟获。哎呦，这倒是挺特别的，来看看。冰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吕云奇，增加了普攻，他会不会强一点？一刀，两刀啊，这就是我们盾斧队为什么不喜欢，或是盾火队了，不喜欢带攻击力高的。这种关羽直接秒对方敌方后排攻击最高的齁，真的是血量拉不起来的话被秒杀真的很尴尬。哦呦，孟获冲说看一下干嘛，刘备要死了，来上盾，冰封拉血量十烧，射日弓追加啊，孟获十烧吸，他的张飞好像不行了哟，哎呦，有追杀，有，华佗攻击，然后那个谁，吕云奇会普攻，好上噩梦，
然后拉血量。对啊，如果我换武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划算。没有换武的话，感觉好像还好。那大概打到这边啦，37名，到时候再往上爬好了。目前是刚才刚重新开始。OK 啦，那目前证实过来的话，云奇无火还行。在我们盾火队效益真的不高，多打那一下，你可能换武会比较强一点呢。有换武的话，那个最佳伤害的话还会补血，他的那个坦度会高一点，然后那个噩梦会散开这样子，所以应该还比较 OK。好，就这样啦，那下次见面的时候啊，我就把周瑜跟陆逊啊这两只搞到一伙，到时候我们再试看这个强度。那曹丕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抽一下啦，但是应该是不指望可以到多高星这样。OK， 那要记得我们那个武神印记跟那个名誉笔记都要留一下，到时候等那个改版之后，我们新角色全部都是要靠他们。OK， 那就先支持一下，我是轩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